9000块呀，这样子啊，干嘛的？在工厂应该都是这么脏的，很厉害啊！现在我们拿双线工嘛，那现在双线工他不会接的，现在工厂就很少的。现在这个一个单，他是打工花一天五天，就是要走的。你那个同事有车是吧？有钱。对。我这个数字还可以啊。这个数字还可以啊。你看，一下子搞这么多，又换掉了。师傅。兄弟，怎么样？兄弟是吧？